祥时献瑞为亚洲素食展开场，也象征香港走出新冠阴霾。人山人海，好多人啦，咁而且见到呢个素食展系比以往大咗一倍，见到呢个风气咧，一定系越一年比一年好啦。香港是美食之都，以往吃素不容易，现在大家都愿意素素看。咁我哋普罗大众咧，而家都系即系好积极去尝试素嘅产品。我哋周围咧嗰啲餐厅咧都有素嘅选项啦。金丝人文第二年参展，产品多元，广受好评。一个佛教嘅团体嚟做一个卖呢个产品，我觉得几感动。又買咗個烏龍飯啦，買咗麵啦，另外買咗話新出嗰只餅啊，咪話入口好融化嗰個啦，諗住我買咗兩包，諗住俾媽咪試下咯。素食有益健康，还可以保护动物、爱护地球。志工抱着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的心情，积极推广。推广素食咧系我哋嘅责任，系就我哋嘅使命。所以咧，我哋系不落后于人啦。人潮川流不息，大家都愿意从餐桌开始爱地球。食素好，食好素，健康美味，方便又环保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卢志德、林慧芳、李红梅、谢晴，香港报道。